我就很想讲段话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塞底了，人是他塞给我们的。好，谢谢。好好，上来。好，Stand up！ 我本来会讲英文的，我看到你们突然变得不会讲了。You can go around and check and see if you want. Check to see if they got a small red. 公。我跟你讲，王世坚讲的话就不要理他就好了。耶、yeah! ！所以他讲的这个话可能信度高吗？是啊，问题是什么？这个适用不适用跟我们跟张代合作有什么关系？其实这个本来是没事的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这个。当然菜价波动，其实我们后来算一算呢，这个菜价波动也没有大到说这什么崩盘啊什么，因为本来农历春节过后菜价就会掉一点，火水站一大堆，有问题就把问题解决就好，那就是叫什么谁跟谁斗争啊，天哪，妈这实在是 two three four。哎呦，我靠！平常讲了这么多，来，我们再一起。陈吉仲说，吴育宇的人事选其实应该是台北市的市长。我就跟讲讲段话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再一起了。人是他塞给我们的，好，谢谢。好好，上来。